救护车无等于王家，而且把尸体接走的人是方世杰，还有王亚芳。我有查过啊，迄间圣济医院有医疗专机飞出国，敢讲你拢未感觉奇怪？听你安尼讲，确实真奇怪。王亚慧若真正无死，一定想办法追究这件代志，甚至是反头来对付你，安尼你有危险啊！所以你要较谨慎诶，未当让任何人知影你诶行踪。你若是被抓到，绝对乖个死诶！安尼，你嘛要替我查看卖啊，王亚慧到底有死啊无？若无，我若是去让对付，还是去让抓起来，这件代志嘛会查去你遐去。阿妹，你先冲下！亚慧，可能跟你有关系，可亚慧免刑了。亚慧是跟我无关系，别诬赖我。我当然诬赖你。杜家莫莉卡跟你讲话，我听得清清楚楚。可是讲莫莉卡伊拉无伤害到亚慧，伊想到惊用人去管，那可是一面头前。安尼轻轻松松信这件代志，要是讲你查了知影，你讲对不对？莫莉卡可以笑啊，因为袂当听。你竟然把杨威当作是真实的，搁要提我性命，你若想我好笑啊？你讲你听晓真心的问题，哪里你鬼鬼祟祟的在参详些？哈？你讲你真心的问题，你想哪多真假呢？你都是烦恼叫人听出来。我看，伊根本就叫做破病。你就是伊幕后的主使者，你是伊的军师，你要替伊脱罪。阿妹，你替我解罪，不需要解罪，我要亲手送你落去，向亚辉赔罪。你先看上，今日到啥个？杜成，你的心肝也真强。之前你看亚婷交往的时阵，你都是在亚辉啊。你看亚婷不杀无头去，你竟然搁放我一莫莉卡来伤害我亚辉，你良心血到无去啊！哟，我肯定要你死的。既然我讲话你拢不爱听，那呢？在王亚慧代志超清楚之前，我一定会甲你送你乖。我死都唔惊啊！我惊你搞你乖，我今日来家都不怕死，要等你啊！杜成恩，陈四，老，杜成恩，亚慧在等你，这条小亚慧跟你省。陈四啊！你爸我回来哦！你是在要冲啥？亚芳公，你乖乖，唔知要做啥物戆代志，我唔才带你开车下来，啊唔好怪在我来，啊无你真正做戆代志啊呢？杜家村甲莫莉卡讲的话我拢听着，亚辉受到伤害，甲伊绝对有关系。啊你嘛要你动手，天主啊！你不是警察，你嘛不是执法人员，你今嘛嘛不是黑道啊！你袂爱家己安尼主持正义啦！啊，你亚辉不就白白死？不是家一条命，还够伊个囡仔两条命咧！伊敢在白白牺牲？我无法度接受，我无法度接受，我真正无法度接受。成功是安尼，我嘛不准你动手。难道未堪要过任何的时间才？亚慧无去啊，只剩即马倒伫遐，一气未气啊，阁唔知影咧。我跟你拜托，咱遐查某囝的人生，阁有拄到真侪状况。你一个做老爸，无要留一半予伊。一定都要让伊烦恼，安尼敢对？